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, but I never got to see them. Yeah. 哇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最适合出来野餐了。想到野餐，你们会想到什么呢？没错，想到野餐，我们就想到口部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带各位一起去野餐，还有学口部喽。首先，将口部摊开，反面朝上，将另一边的脚往中间对齐，压平，另外一边留两指宽，往中间对齐，压平，对折后翻过来，再压平，往上对折，折三分之一，压平，再压平，将右下角塞进左下角，翻过来，将刀叉匙塞进刀叉口袋，即可完成。首先将口部摊开，反面朝上，从下往上折三分之一，由上往下折三分之一，呈长条状，长条的左端折两折至中线，右端也折两折至中线，再从中线开口处往后对折，我们的法国折就完成了。首先将口部摊开，放成菱形之后，反面朝上，由上往下对折，压平，左右两脚往下折至中间，翻面后左右两脚往中间折，将下方五分之二往后折，翻出丝瓜领即可完成，应注意领为肩宽及身长的比例哦。这样我们的西装就完成了。